在要颁的是歌台贡献大奖，这一位在歌台服务了四十多年，人生有几个四十多年。所有的好朋友，歌台贡献大奖，刘玲玲。王阿妈家多，做唔是的日本安怎呢？我见不看日本人安尼肥的呢，安怎呢？哎呦，阿对，啊，等下你跋倒笑甲变，你啦，你在做笑作啦，头下滚哦，讲安怎呢？他麦没有开，刘玲玲的麦，刘玲玲的麦。谢谢。哇，不好意思，哇，我唔知行到明仔载才会到未。哇，我顶甲我讲福建话。哎，唔当唔当，我家己行。感谢感谢。啊，你部长啊，阿姐。啊，不怕不要紧啊。她是华文媒体集团主管李慧玲小姐，真大吗？真大。哎，靠，我淡薄不要紧，老查某不要紧。真的四十多年了，在歌台，刘玲玲真的跟人家与众不同哦，连夺奖的服装都不同哦。来，致辞吧。谢谢。谢谢，果然是主管。今天其实我来，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也不知道，哎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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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们俩害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刚才第一个出场，然后他们六个人帮我换衣服，快快快，该到你了，我就急急匆匆先上来，然后他们七早不知道，快快快快又换衣服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台词，但是最难得的是今天呢，我妈妈来了，我妈妈来了连续两天，但是妈妈我爱你，但是到我知道你没有爱我，你爱翁立勇。她说我很喜欢听翁立勇的歌。我想呢，今天为什么会穿这套衣服？这套衣服并不是我的，这套衣服呢是明珠姐妹的。为什么我会穿呢？我在家里想了很久。那当时候呢，明珠姐妹，姐姐为了帮妹妹圆梦，所以呢就扮唱日本歌，所以呢当时候就把衣服也不穿了。后来妈妈就说，朱妈妈就说。啊，不要，这件衫不合你的，不合你的。啊，我说哈，我本来穿的，会啦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哎，成人之美就把它留下来。但是我想呢，881也因为有了明珠姐妹，所以这些歌呢全部流传下来。那虽然呢姐姐已经退出歌坛，但是我觉得精神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。这件衣服。他做得很辛苦，他的设计师也有来，他看得很感动，他说我就在想这套衣服有没有人在穿这样。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得这个奖呢并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大家来成就的。所以呢朱妈妈谢谢你让我穿这个衣服，感谢哦，啊，头发我都扫清去了哦，谢谢啊，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说你久了，谢谢，oh, sorry。谢谢我们的部长以及我们的主管。Can I hug you？ 很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你唔怕破格，你不要找我。Can I hug you？Thank you。Can you return to me？ This one is my one。Yeah。40 years， 45 years only got one no。No, you very expensive. Cannot.
来，同心谢谢部长，部长感谢部长，我们给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？谢谢部长，谢谢我们部长以及我们的李慧玲小姐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的奖真的我要帮您拿了，谢谢，我要帮您拿了，因为你得了这个贡献奖哦，一定要叫你哦表演一首歌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的，没有难的，好不好？把时间交给你啦。我都不知道要唱歌，后来知道要唱歌了，然后我说要唱什么，导演就说你唱这一首，乐队老师也是最后一分钟才知道。其实呢，拿这个奖呢，就是告诉大家呢，我刘玲玲已经哦放去心度啊，去啥搞啊？唔错，看你面，我看了干啦，普渡，我才袂记得诶。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多起起落落，但是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我有一个孩子。那我能够有今天，当然我要感谢我父母。我的生命整个转折，我要感谢八八幺导演陈子谦。我刚才没有上来，是因为我走路不方便，衣服不方便。陈大导演，请你上台给我抱一下好吗？因为我刚才 miss 了那一块。老查某真输到男打波啊！你给他管，你排队，我男医疗有得男医疗。我这特别帮老母的，哇！你给婆爷气啊，要求。你不叫谁来？不行。不行，这样的，你抱了还转一圈，明年又再怀孕的。白丽啊，买了买菜不？白丽啊，买了我两支卡，买了，唔知了，我妈，因为我买去搞桂林啊。买哈？买买买，买你讲的哈？买买买，我兴啊，啊无我抱了你，阿妹就抱我囝在了发烧。那我想呢，人生到了这个年纪呢，我已经55岁了。你说一切的名利、名跟利，在我心目中呢，也是如此一般，也会过去。但是永远的爱，永远是会留在心里。我感恩每一个人，我更感恩的是，我妈妈唱了一首歌给我听，我当时候心里非常澎湃。所以现在我要再唱这首歌留给我的儿子。什么歌？希望将来所有所有我拍下来的片段、影片、电影、电视，通通都是作为妈妈给他陪伴最佳的礼物。什么歌？收留来这条歌，不管是新加坡人。什么歌？恁爸问300几次啊，外国人、日本人都小想，因为都是人，为你带来这首什么歌？心头吧。哇，歌台目前最红的歌曲心头吧。Yeah.
船那边好花，就爱吹灯塔，囝那彼此看，上烦恼是妈妈，身躯稀凉衫，是我双手一只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。我做错了什么？惹你生气？我知道你永远都爱我，谢谢你，妈妈。因为你是我的。虽然我是唱无听听，但是这路尾一句应该搁再知啊。因为我是你的心掌声鼓励，感谢2017歌台贡献大奖得主刘玲玲。你的轿子已经在后台了，哇，整千个人等你走路啊！这个才够大牌的，5000多人啊，5000多人啊，5000多人等他走路。